啥？我知道你这种下课了，怎么办啊？我要怎么连？我上帝已经看清楚。帝京，搞什么？有超这么大一只的帝京吗？是 boss 级。我没有连到哦，哪里过来？哎呦，三重四。说话话。机器的意思吗？我没有，为什么只有一个人？按歪可以。这我不要动，对不对？快走，连他们。哎，怕你们嘞，鸭子。
easy。啊，真假？下来嘞。啊，靠呗。不是我，我演那个字幕。放屁耶，你看到吗？耶、yeah. ！哦，哈过来，过来，嫩。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要死在这边了？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哎，好强哦！为什么你可以丢过去？我带你们看，你们看啊、哦。剩四条命哎。满血被我们那四条命是还要简单。干！好好好。哎，我们要死，我们要死。脏，这我是红色的。那你们两个为什么颜色？哎，好，这样清楚了吧？来讲，来讲，来讲，对对对，上来。Nice。是，好，我大概去拜。耶、yeah, ，那手真的没发生。哎、欸，好强哦！哎、啊，我好强哦！我丢下去，他把我丢下去，然后很开心。对啊。直接丢了吗？哎，如果康妮丢我，哎，你丢康妮，然后康妮再丢我，这样我们可不可以就直接跨过那个地方？好。昨天才丢的，看是超毒。喂，回来！所以他不要掉下去，我们就可以赚钱。可以刚，刚那个我们可以当土豪的。哎，那个好帅哦！再次。
好不好？无聊，我凑人数，接人凑人数了。丢他啦！今天把丢。有没有说让我自己走下地板？因为我们血量没有满呢。肥宅声音是不是？妈的，妈的，观众很难讨好哎。那我不要玩啦、啊，我不要玩啦、啊。我看刚名字一个，他都会过关啦、啊。当三手连弹。先走看一下。一个感冒了。不要落地，不要落地，
对，他就有钱钱，他会算你打了他几下，嗯。你做装备要退回去吧，要退出游戏到村子才能做。可以。那就第一。嗯。第一关吗？上去把那个石头炸掉。对啊，上去你指挥一下，然后再上去。你上去。我上去。不是啊，你上去，你要把炸弹丢到那个石头那边。啊。对，把它丢过去，把那炸掉。好。丢太远，丢到水里了。啊，太远太远。对，炸那边。好，酷。啊！我掉水里。我现在在干嘛？要有一个人把我抬起来。好。台哥来，把我抬起来。好，绿色来起来。把我抬起来。对，我按 A。再一次，啊，游泳有这么慢 ？A 可以加速，按 A 可以就是快速游泳。好，还在这身上去。好，我举起来。好，然后走到那个盒子那边。台哥，不要再一次再没有办法丢进去。哦，我把台哥举起来好了。台哥来，台哥，台哥，台哥，好，我抓到了。这时候就是你不能动，然后等他动，但是你这时候可以按攻击的。他干嘛？射箭，按 Y。对。你好，我就是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
后面所有人的行李箱都被 open 了之后，我最安全的过关。我想必应该是我长得很漂亮吧。我不想回台北。太快了吧！才刚上飞机3个小时哎，这不红了，不用拍，没关系。嗨，我快被那边那个茶道翻掉了。我的 key 都被收爆了，会被收爆了。对啊，几乎叫我把全身东西都拿出来给他看。被收爆，我一副就是坏人一样。对。走路40分钟，我已经坐了3小时的飞机，还要走40分钟，等下还有2个小时巴士，请问我到底到了多偏僻的地方？超偏僻是假的。那我今天跟木曜出来就是抱着拼死的决心，你们要怎么抄我就让你们抄吧。现在呢，所在地是在富山，这个县长的会客室。这次呢，他们也很高兴我们能够来富山出外景。然后我们等一下也希望呢，把富山的好山好水跟富山的风土人情呢，通通介绍给台湾的朋友。然后陈百祥，你会日文，你就说你为什么不来？你在干什么？啊？因为他现在被困在名古屋，所以等一下我就一个人跟知识聊天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はじめまして。はい。どうもします。你好。ようこそいでき。欢迎您来。はい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まあ富山県はね、まあ日本列島の日本海側のちょうど500種類は富山湾に住んでるわけ。天然のイケスと言ってるんですよ。年上とかどちらの方が多いですか。いや若い人も多いし、それから割合年配の方、いろんな方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ね。あの若者は、はい、いっぱい。あ、ぜひ、はい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台湾のおじゃでございます。いやいや、それはすみません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私の番組のイメージです。極洋四丁目。そうですね。会社のイメージです。はい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タイさんはすごい台湾の人気タレントでいらっしゃる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そうですね。地図業界、おつぼさん応援して、おつぼさんを応援して、どうもどうも。おつぼさん、そうそう。本当にね、感動しましたね。全部今台湾有名な人気なアイドルですね。マナピーさん。台湾今一番人気なアイドルです。マナピーさん。アイちゃんです。そうですね。これはダイゴンさん。人気じゃないです。本当に下手です。これはキドさんです。キドさんですね。トリさん。トリさん。実はニックネームは鳥の分です。ロクさん、ロクダンさんですね。ロクダンさんも人気ですね。台湾多分の1位、2位のゲームのプレイヤーですね。这次我们富山的录影一定非常成功。我们今天欢迎两位猫猫界的奇葩。什么是猫猫界奇葩？台哥 ，Kid 呢？他真的很屌，因为他每一次呢躲，没有人找到过他。哎，这倒是真的。那台哥呢？对，没有一次躲到我们
找不到他。对，就是一出去就找到了，所以我就不知道我在躲什么。另外，你就没在躲了，你就是失智了。他只是站在那里，他只是迷路了。另外一位也是，其实我们埋没他了，就是我们的鸟屎。鸟屎，他今天非常了不起，富商前来富山，然后要来完成我们今天躲摸摸的任务。当然，我后面还有很多，因为鸟屎在家里有看我们的节目，说觉得。其实 Kid 他很会躲，但鸟屎他更会躲。我真超会躲，直接躲在旅馆里面，就是不出来的意思。就是，哎，我忘了介绍，鸟屎哥不得了。鸟屎哥怎么了 ？Kid 是第一次嘛？对，哎，我跟鸟屎哥真的很不熟哎。我跟你讲，这鸟屎哥不能得罪，因为他是真正哦，就是网络界game 的这种。哎呦，只要一得罪，我告诉你，明天 Eric 就说啊，我拎拎两个麦走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台哥会这样想，是因为对啊，他台风真的太烂了。他每次没有没有没有这么多，这都是真的。没有没有，你要手电啊，我其实在家里。我想要躲这上面哎，宏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边他就找不到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不用你，基本上你那个翅膀把它拉起来，它就找不到了。可是 Kid 找得到啊。啊，对啊。不行，有 Kid 就要躲很紧。上面好像躲不下去。这可以。啊，可是我是不是进不去啊？我有那么大字。就他应该躲在我们两个找好了。然后拿个纸箱把我挡住。这个走，这个走。啊，可以。我走。烂吗？烂吗？你不放着他，真的蛮好笑。我觉得六三这个 OK， 这可以进去吗？哇，你本来放在这里，放的这么干净，妈的！它这个设施干净，你就是可以躲进去。它是纸，它是纸，对啊，可以躲进去，它是纸。我可以啊，哎，可以哎。它这个会不会破掉？你脚心都会破掉，我觉得。要把那个，要把纸丢在我头上。可以吗？那会不会撑不住？哈哈哈。就是来帮他把设施再拿走。哎，同事，你看外观会不会很那个？不会，不会，就是个垃圾。真的，我平常时间在关门。哎，可是背着这么满，不会挤吗？脚立起来，脚立起来，然后躺下。如果我下来，我再往他那边走。对。啊！我躲在三角锥里面。我太好了，我觉得是我。鸵鸟心态。你躲在这里啦，腾空有没有？上面死角，你就腾空这样。我们这压着，对，就一直撑着。小心，哎呦。是不明显，只是会觉得，哎，这个房间怎么比较暗？可以耶，你这样是可以的哦。我现在好累哦。哎，你看他好像智障。我这样好累哦，不过是有病吧？姐，你赶快躲起来。我决定我要去躲在第一间，就是我刚刚不是爬上去，然后柜子很深的。这上面的灰尘。多是。超多，没关系。那个三位，不好意思，我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讲，因为有几个人是躲在生命垂危的地方，从刚开始已经过了40分钟，对，差不多要死亡。好，好的，我还在讲一下，我今天来富商，我是特别高兴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台哥，从刚开始是不是有点太过于放松？是不是有人躲在冰箱里之类的？好了，我们这个富商呢，县政厅的躲摸摸正式展开 ，Go。就这样，这么肤浅的开场，已经找得到了，比你严肃多了，真的吗？真的要就开始了吗？应该都是没有动过，今天没有动过。什么奇怪？我在上班呢，我在玩游戏，按那个。下雨我在蹦迪，哪天我都好。
你现在是怎样？不会讲话是不是？我的腿好麻哦，我没有办法动了。我不主要是你，我们没有找到，没找到，没找到，找不到谢谢林长。为什么你没有找到我？没有啊，没找到你，没有。不行啊，我脚可能要截肢了，今天才第一天而已。没有，我没看到你。台哥，你看到谢谢没有？没看到，没看谢谢，没看谢谢，没看到不能找。怎么办？我们赶快找一下。没有看到，脚掉之下来应该可以找到我们吧。再见，慢跑是吧？没有，时间不够，这好像进不去。可以。你怎么进去？他跟他是你，不能进去。你进得去？小爱进得去。你是这个原因。你看摸到我性感蛋。小爱绝对是 OK。给你们一个提示，你们也要稍微注意这附近的小房间。我不敢相信，我不敢相信他们可以躲在这种地方，然后这么难找。我觉得太诡异了，我真的觉得太诡异了。而且我觉得以六探跟卤蛋的体力，他们应该就是直接会站在走廊那种，什么都要躲。我爸爸把他闻过，不要到这边来丢人现眼，太丢脸。10秒我就摆烂了。接到。怎么样？我
他妈就在富山摆烂，够屌吧？我平常都在台北摆烂，我现在在富山摆烂，屌吧？其实刚整个过程，我觉得大家相当的积极，但是因为县政厅实在太大，太大了。如果他给我们三天三夜，我们应该可以找得到。那时间已经到了，那你们现在是要我们直接揭开啊，还是我们再加时个一分钟？因为你们现在离他们很近，近，还真的吗？近很近，加时一分钟，一分钟好，现在开始。我放进去，我觉得里面有怪物。啊，时间我找到了。哎，这里热热的哎。这边也蛮多的。这边热热的哎。不要叫这么大声嘛！哎，你们可不可以快点找到我啊？哎，你看，哎，这个人也太那个了。好累哦。脚麻了。哎，我脚麻掉了啦！我多希望你们可以赶快找到我。我。台哥，对不起，我打岔一下。其实我们全部人都找到了，对不对？还有大哥。没有大哥啊，大哥没来吧？吃饭。你可以叫我，哎，等等，妈，你可以叫我，我跟你们讲，大根哦，我们也不想去找他，我们就今天就坐到这边。现在时间，日本时间也差不多快六点，然后他们都一路赶路，都还没吃饭，所以我们现在去吃饭，好不好？很不 OK。好，所以最后我们决议就是不找大根了。对，好不动。那我讲，我们就先生，因为我们也饿了嘛，嗯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快步的走出去，先生，因为这边不能奔跑，要宣好也不能跑。好，重点是走关门，在半小时这边就要关门。真的假的？就要关门。哦，这边很大，他可能如果今天不出来，就是明天出来。对啊，没关系啊，他后天出来也是一样的。反正你们记得打电话跟我们讲他在哪里。好，记得打哈。如果你没有发现他的话，不能奔跑，不能奔跑，不能跑，我们所以快走。好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步伐？是魔鬼的步伐。真的，他好厉害啊！我要退后了哎。真的哎。不知道在哪里。对啊。真的不知道在哪里。好强哦！找不到就算了啦，好不好？对啊。回去吃饭了啦。吃饭。哎，师傅，走吃。吃饭。走。我们剩下半小时，赶快走。就精心策划的，结果呢？哎，先忍住，忍住，哪个忍住？忍住，我也不想讲，不要讲，不要讲，真的不要讲，不要讲了。咣咣，你们，这家航空公司，我跟你讲，不要，这家航空公司，不要，哎，台哥，他们家牛肉面很好吃，你不要这样子，这样子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一个人来，然后他们是你们所有人是转，我很累。从名古屋再坐六个小时车来到釜山，对不对？太累了。好好，但是呢，今天不管怎么样，这一餐大家看一下，哇，值得，掌声值得。所以今天这是你们的，是红队，对不对？红队。然后我们每个人转过来。哎，你们没有特别注意到前面有一个塔亚马。塔亚马。转过来。六。六。我的腰啊。答案是什么？爱六。爱。那鸟死啊，是死啊。我不太想转，因为我有一只鸟。结果是。哎，我操！爱六爱的死。刚刚像我刚刚坐在这边吃。
看到这个红队的阵容，我们白队绝对会胜利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呢，本身呢，看一下 Kid 好不好？从小就是游戏王，这哎、欸，所以我今天才能当队长。那你为什么能当队长？其实我当队长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是整个 team 里面年纪最大的。通常年纪最大的都会被打出来这样。尊敬长者。我后面也有一个。好的，提到你的招牌，微笑 K 的转过来就是一个笑，微笑笑脸。好，来欢迎我们的杰尼。哎，富山开心吗？来到富山，超开心。好，那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卤蛋。哎，卤蛋，讲一下，讲一下。哎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就直接介绍大哥，然后大哥。这一队我们白队真的太强，太强，所以要放一个大哥必须是在这里，降低你们的战力，不然会太悬殊。哎，各位看一下这个好不好？来来来，看一下这个，台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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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跟大家介绍了，因为老板娘都托付这个，来，鸟屎交给你。这个是冰剑牛。冰剑，冰剑牛，这个就是 A 五等级的牛。跟大家解释一下，牛肉都有分等级 ，A B C D E 一二三四五，所以越接近 A 五的就是越高级。总之，这个就是 A 五的牛肉，这个就是富山非常有名的 A 五牛肉。我们在那边跟大家玩一个游戏，谁要跟你玩游戏？都来富山玩什么游戏啊？我跟你讲，我们来就是玩游戏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哦，现在我们这边有八个人哦，这边二四，我跟你讲，八个人，我没有暴力哦。我跟你讲，这边你不要再乱搞。你们听我为什么这么说？没有，我自己自身的经验，对不对？很多 A 五牛肉呢，有很多白痴吃的是吃不出来的。等一下，我们俩，你是骂我们白痴？我没有骂你们白痴，我是骂吃不出来的人是白痴。所以我们现在玩一个游戏，我会准备比 A 五等级低的牛肉，先让你们吃一次，最后我把你们的眼睛蒙起来，然后你们能够正确辨识出那个等级的那一对才可以吃 A 五。那我告诉你，以前我就是在 A 五牛肉厂在工作。没有 A 五牛肉厂，没有，不是，哎，叫西餐厅叫 A 五牛肉厂哥。你只有在牛肉吃不错吧？对，那我想要问百祥一个问题，是，那如果我们没有任何人猜出来怎么办？工作人员吃。好，哎，干嘛？工作人员先拿去吧，先拿去吧。我先拿去吧。胖子，谁啊？你们真的没有看出来？其实我才是真正的工作人员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先两队先各烤一片 A 1来吃一下，好不好？先试一下。哎，记住的话，哎，白队不能输，好不好？好紧张哦。来 A2 A2 来 A2 来。还没啦，太快了。我应该输吗？哇塞，胜了！来三来了，来，你要休息，你要死来了。好，来，有差了哦。真的有？哎，不太一样。台哥，哎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吗？好了。那你们都 OK 吗？好了，没问题。好，好，我们队的本人准备好了，现在马上蒙上眼睛，开始比赛。现在状态是，观众朋友都知道所有的牛肉的编号。那现在呢？由 Kid 呢跟杰林来烤。这个是这样哦，这个这样，啊，这个是这样。哦，然后这个是这这个是这样，这样，我的是这样。我会你，来，有人会给你们。这个是这个。好，那这个可以先给。这个可以先给。这样还是以烤的好吃为主。好了，我也吃哦，先从鸟屎开始哦。好。鸟屎啊。台哥啊，台哥啊。来了，这个也好了。好，顺序要记一下哦。四位 OK 的话，第二遍就来了。OK， 数一下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准备这个第三块肉了。OK， 你们打。感觉怎么样？来，应该有，来可以吧？可以把眼罩拿起来。可以，把眼罩拿起来。他们都不讨论。来，你们可以讨论一下，可以讨论一下。哎呀！
所以我们输了，先不处罚，我先记下来，明天再来算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